而且他一直在致力于体育运动，为这次冬奥会呢做出了比赛。那么他的冰面也被称为是最快的冰。那么其年味儿，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餐饮方面有没有其他的方面？当然，这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疫情防控。我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：有力有效，完全可控。没有疫情防控的安全，就没有安全办赛。我们坚持把参会各方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。恭喜发财啊！So three more days until the Olympics kick off. I think most of us here in the closed loop quite eager. 所以说，在奥林匹克宪章里边有非常严格的规定。那么，在这个像领奖啊，像因为今天还有很多其他朋友，我也做一点普及。像领奖啊，像一些这个这样的场合，比赛场上啊，是不允许有相关的言论。但是在其他的媒体啊、媒体区啊等等，个人的这个平台上，在奥林匹克宪章里边也有相应的权利给到运动员去表达自己的想法。那么当然，这个自己的想法，他需要在我们要讲的话，像我一样，都要对自己讲的话要负责。